人们否释我的脸，不发一语，呼气吸气，便引动谣言。一分半秒论断，何其片面，眉头压降，怎去辨认良善？当刻要哭，因何变污点？如真的痛心，因何要？各自虚剩下原形，何以把率真肃静？谁误解修心养性，免了反应，当是总本领。由此快乐过是不甘分慨，要被人决定，为何怨命？人们